到大学暗恋四年的女孩在摆地摊，不敢去打扰她，于是给她打了个电话，想听听她的声音，却不小心被她发现了。不是，你也没做亏心事，你看见我你跑啥呀？我这不合计你那挺忙的吗？不想打扰你。那有啥的，那摊上还有我哥看着呢。啊，那又是你哥呀？不是，那你以为是谁呀？咱俩地儿站着了，你吃饭没呢？我没吃。走，带你尝尝我手艺。我不咋饿主要。哎呀，走吧，跟我客气。哎，这一会儿咱俩多少年没见着了？啊，从毕业到现在6年，咱俩一次也没见过。现在不是见着了吗？咋样？现在我没让你失望吧？老了点反正。不是正经的呢。那咋可能失望？那好歹我咬几下之前可大给我掀了4年。不是你这人现在咋还这么不正经啊？那我让你失望了。姚姐，毕业之后谈恋爱没啊？谈了呀。几个呀？你是想知道我的过去呢，还是就想知道一个数字啊？不是，我就想知道你们俩分手那好奇的事儿。你问我为啥分手，不如问我在这段感情里学会了啥。那你学会啥了？学会了表达，学会了珍惜当下，学会了爱要说出口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。